离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今天老妈不在家，我又可以光明正大吃零食了。先来包辣条开开胃，再来包薯片垫垫肚子，有点口渴，来瓶菠萝汁。冰淇淋也来两个。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大王，光明正大吃零食好开心。还好我有备用钥匙，爸妈打烊了，起来搞点运动，七七八。